12月16日，有魏晨好友在网上晒出了魏晨结婚的请柬，请柬上面显示婚礼日期是12月22日。对此，魏晨工作室也出面正式回应此事，感谢大家的祝福，认证了婚礼的真实性。据悉，魏晨与妻子于伟是川音大学的同学。2019年10月15日凌晨，魏晨晒出一段视频，配文称 "Yes I do"。视频中，他在水下成功向女友求婚。2020年5月20日，魏晨卡点13:14，在个人社交平台晒结婚照，宣布结婚喜讯，连发三颗爱心庆祝，难掩激动心情。2021年8月14日，魏晨在情人节当天甜蜜晒出两人拍摄的结婚照，大方秀恩爱。网友们看到消息后，也都纷纷表示祝贺，要狠狠地幸福下去啊！陈哥要永远幸福呀！